听说很多大学生做不出来。倾听是一种美德，思维拓展。看到这整个这一个题，只有表面上看只有一个语数条件，什么啦？余数是六。这余数是六，那么这个除数是一位数，说除数一定是哪些数？七八九。七八 九，非常棒。七八九到底是哪一个？咱再来看，接下来就是看数位。那看这个，老师之前跟你们分享的金三角吧，嗯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一个两位数减去一个一位数，又等于一位数，因此这里咱就能确定是多少？一，对，也就十几吧。那么同样的，这里也是一，这里也是一。接下来咱再来看，这里十几减去一个一位数，又等于一，只有一种情况，九，哦，十减九，对。十减九，那么这里也是十减九，好，这一个九出来了就简单了，这个除数咱就能确定了，多少乘以这一个等于九，九可以啊，是不是就只有九？所以这个就是九，这就不行了，因此就是一九得九。那么同样的，这里是九，这里也是一九得九。好，接下来把这个零往上提。好，接下来很简单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里是一个一位数吧，那么多少乘九得到一位数？一，对，一九得九。接下来往前推，六加九等于十五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来，往上五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